来边右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右边右边。好，看一下中间前方，谢谢。好，再帮我看一下左手边。来右下。好，再看一下左手前方。好，这我拍到了吗？好，左手边最后，谢谢。因为呢，这次呢，其实以这个巴厘岛，不管是在这个去年其实也拿下了这个金马奖嘛，那在今年呢又再次拿到我们的 TFBS 的这个电影，当然有没有跟这个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心情？心情很开心啊，就是我的荣幸，然后我会继续，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做电影。太难是要上台，就电影是歌曲，对对对。会不会以后就很上手，就会发现，哎呀，以后只要是电影啊，或者是什么电视剧啊，都会想要找你邀歌的话，会不会变成一种困扰？哎，怎么突然这么多的戏剧啊？我要发专辑啊，跟或者是很多其他歌手要合作啊什么的，会时间上会有点冲，就是会不会变得失掉？有，最近就是因为前阵子做比较多自己专辑以外的。的创作，就电影也是一个，那花了比较多时间，所以我最近打算就是来去巴厘岛给他放假一下，哎呦，然后就是来准备一下我的下一张专辑，希望是巴厘岛，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是能够这个获取灵感的最好的时机，没错。